般我都会带两台到三台。每次出班光准备器材就得花上好一番功夫，他是真善美职工黄维然，前一秒还在拍照，下一秒运动型摄影机赶快备好，为了最适合的画面要用最适合的机器。工欲善其事，先利其器，即将从银行退休，这个全职的真善美是他的生涯规划，原本只负责平面摄影，现在要转战多功能。有的画面当你快门要按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景已经不见了，倒着拍低角度的时候很好用。加入真善美迈入第十一年，投资设备不手软，来自出版的感动，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景，不一样的境，让我们去更自省，那自己到底做了多少实际，然后要再更精进，期盼用镜头留下人间美善。他说这一样不能少，努力的拍，那用心就会变成专业。台新闻拍摄郑瑞平台南报道。说到了守护生态要身体力行，在